黑管首席薛光耀先生啊，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我是薛光耀。哎，光耀啊，这个黑管这个乐器应该是木管乐器当中非常灵巧、技术很丰富的一个乐器啊。是的。哎，给我们今天重点介绍一下它的这个连线啊、跳音啊这样的一种演奏的一个风格和特点。单簧管最大的一个优势就是我们可以吹非常非常连的音，对于音头的控制也相对来说更轻松一些。没错，同时吹吐音也是非常灵巧的。黑管其实发音是这样的，它并不像是我们理解就是把笛头放到我们嘴里边就是蹦一下音就出来了，它是非常自然的，就像我们平时呼吸一样。黑管的这个发音来说的话呢，它更多的是一种送出来的推出来的感觉。对于单簧管来说，音色更接近于人声，因为非常柔和，再加上你很自然的发音，加上它的那个连线比较轻松一些，所以说它能吹出来，让观众听起来会比较舒服。帮我们展示一点黑管的这个连线的一个演奏的特点。好。太好听了啊，这个黑管的这个音色啊，这个表现力非常的迷人，让人这个心中充满了一种忧伤的感觉啊。这应该是歌手李健，歌手李健的那个贝加尔湖畔啊，非常的好听啊。它这个黑管这个乐器啊，它特别适合表现旋律。能帮我们分享一下你在这些方面的一种控制的技巧吗？音头绝对不能太紧，对，不能挤住。对，我们要把气送出来，送出来。对，然后根据我们气的流动啊，根据这个音乐的走向，我们慢慢慢慢调整自己的气息，再加上单簧管的特性，它又非常的柔。和暗淡的声音，然后我们慢慢慢慢就可以，就像流水一样就可以。我就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音色这么纯粹，没有杂音，在训练的时候应该该注意些什么？首先，我们吹管的时候千万不能上下咬得太死，两个嘴角要向中间使劲。这样的话，它实际上是更完美的契合这个口型。是的。然后让这个气息只从这个管子里面送出来。对。应该说在交响乐当中，黑管是非常重要的表达情感的一个乐器。是。啊，在木管当中的话，很多 solo 都交由黑管来完成。像著名作曲家莫扎特呀，包括这个布鲁姆斯啊，这个肖斯塔科维奇啊，普罗科菲耶夫、柴可夫斯基，对这个黑管的运用应该说是非常的精妙的。那你觉得在你练习黑管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就是说这种特别快速的跳音，也就是又连又跳的话，对，那你一般是怎么去很好的去把握这样的一种快速的技术呢？一般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通常在练习的时候，我们会先单独把一个比较困难的点先找出来，我们专门去练这个比较困难的部分，等把它练熟以后，我们再把它连起来，也就是说我们先
吐音不行，我们先吹吐音，由慢到快。如果说我们可以的话，我们就直接连线，因为吐音它并不是说我们刚接触这个乐器，我们就能马上就能吐出来这个音，而是通过后天不断的努力，一点一点，随着时间的积累，我们的速度也在一点一点往上。帮我们展示一下，就是啊，吐音当中这个快速的技巧。那这个得需要练多少年才能很均匀的去掌握这样的一种机能？活到老学到老，要一直保持这个肌肉的一个弹性和控制。没错，没错。帮我们展示一下，比如说由慢到快一个更明显的一个过程。可能很多学习黑管的朋友都会有一个问题想问你，就是如何在练习吐音的时候能够练到又快又均匀。对于很多初学者来说，其实也算是一个挑战。当初在学这个乐器的时候，也是在吐音上面下了很大的功夫。首先我们吹管的时候，上下牙不能咬，我们的嘴型是这样包在笛头上面的，声音是通过哨片和笛头中间产生的震动而产生的声音。如果我们上下牙咬得太死的话，它又出不来声了。所以说我们首先要保证我们的上下不能咬太死，同时还要保证两个嘴角向中间使劲儿，然后通过我们的舌头快速的触碰哨片某一个位置，然后能达到一个断的效果。那做到均匀呢？那只有靠节拍器了。应该说均匀其实对于我们任何一个演奏家来说，音乐家来说，都是要练一辈子的一个事情。对的。帮我们展示一下，就是当这个连线和吐音在一块儿的时候怎么去控制它啊。好。非常精彩，这是什么作品？这是一个电影的片尾曲，叫《幸福终点站》。像这段音乐的话，用黑管来表现，能够感觉到对生活一种充分的一种幽默感。是的，单簧管在正常的这个技术当中是没有双吐的。我一直认为双吐对于单簧管来说是一个比较炫技的一个技巧。那从传统意义上来说的话，为什么黑管是只有单吐没有双吐？因为从单簧管构造来说，我们是通过哨片和笛头这配合。如果说是要光用双吐来吹的话，它必定会损失一些音色。帮我们展示一下这个很漂亮的音色的单吐。好。一般正常单吐要达到140，那就是如果说黑管用单吐达到140这个速度，其实可以和其他木管乐曲的双吐的速度大家就接轨了。对，就是他们可以这个地方用双吐，然后你这边地方用单吐，其实速度和节奏是一样的。是的。那像黑管的这个技术当中的话，除了连线和吐音的话，还有什么需要重点注意的呢？有时候在吹乐队的时候会有好几个小节不换气，首先你自身的气量要足，但是你再足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对啊，人的生理器官它是有极限的。包括所有的管乐都是有一个这样的技巧，就是循环呼吸。它是通过吹的时候把气保存在口腔这块，通过腮部挤压嘴吹着气，然后这个时候鼻腔赶紧往里吸气。对，你能帮我们展示一下吗？可以，循环呼吸不容易，不容易。我回去一定要按你方法这个试验一下啊！这个乐器啊，真的是博大精深啊，需要我们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研究。